也是一样掉眼泪，我说怎么了，可能比较容易感动，谢谢他的心很柔软，他心的心非常的柔软，有的我只是写出来，有不得我，阿们，那若我要去做我不愿意的，就阿们，就叫做耶稣基督，阿们，就叫耶稣，这是他的第一次成了，对呀、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啊，是。第二个的话呢，是要接受悔改之后我们要接受，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让我们得救，我们必须要接受刚刚也分享到他要让我们得重生，所以耶稣这么回答说，实时告诉我们的人若不是从水和灵而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，阿门，叫我得有神的生命，阿门，现在接受你做救主，阿门，我的里面的那个空立刻被满足了，我立刻被满足，那个感觉就是我要的，因为他小时候被快淹死过，所以他不敢下水，然后在角落吓到，那大家都说好没关系，不要勉强，不要勉强，就后来的那个荣民弟兄就来跟他说为什么一定要这个受尽的意思，他说我还在公司没下班，但是我觉得心灵富足，我也不会觉得辛苦，感谢赞美主，他就是那天来受洗之后，他虽然真的没有办法一直持续住，但是有时候就是保命。真的要说说我不生气，我不生气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遇到什么事情，怎么可能是叫你不生气？遇到那个很冲击的时候，叫你不生气，不可能，真的是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。